全部都进完了有吗？到齐了吗？看一下，十个人，才十个，输赢呢？还有人要进着来，我们等一等啦哈，可以让你们休息一下下。你自己可以让我休息一下，消化消化刚刚我讲的东西。OK, hai. Tiga. Hidup dalam kelompok kumpulan. Hamba politik ya, ciri kumpulan. Kumpulan apa? Kumpulan kabilah, betul? Jukun lah. Ini kabilah. Dan terdiri daripada kaum, ada dua族群, satu di kota, satu di yumu, di kampung kampung. Jadi, di kota di kota, namanya apa? Tidak ada di sini. Ada, Hadari, saya tidak lihat. Saya mencari nama, Hadari. Hadari. 然后卡瓦山什么？迪达米，我列卡卡达里，卡瓦山，哥达。然后这个哈达里他们进行什么活动 ？Menjalankan perniagaan， 他们做生意的。Okay, perniagaan dan memiliki binatang ternakan。然后 Bakwi 呢？他们是 hidup secara nomad， 游牧。然后 mereka menjalankan aktiviti menternak binatang， menternak binatang。然后 setiap kalibah akan diketuai oleh seorang， 他们的头我们叫 sheikh， okay， S Y E I K H， sheikh。Now, penyatuan masyarakat adalah berdasar kepada tamanda semangat. Berdasarkan kepada tamanda keturunan. 同一个 keturunan, 他们就被归类为同一个族群里面。Berdasarkan keturunan. OK， 下。OK， 我们看回上面两题练习，第一题跟第二题。Satu minit。Soalan satu dan soalan dua. Soalan dua, 我刚才讲的，刚刚才写上去的答案。
Okay, so 第一题 ，Bilaka bermulanya zaman zahiria 几时开始？看我讲了很多次的，几时开始？几时开始？也就是300 masehi， 为什么是300 masehi 啊？发生什么事情？那时候300 masehi 发生什么事情？有一样东西倒塌了啦，就是他们的恩邦啊马黑，对不对？倒塌在300 masehi 嘛。然后几时结束？结束是610 masehi。为什么结束？因为有 Durunya Wahyu Pertama， 在610的时候。然后 apakah faktor utama mempengaruhi penyatuan masyarakat Arab Zahiria， 他们将menyatu变成 dalam satu kabilah， 根据他们的keturunan。 怎样？如果你听的话，你跟到我的话。 OK， 好，我们来继续看另外一个东西。哎，这是买的。 OK，第三呢、啊，还是 under 这个 economic， 不是 politic 的哈、啊，还在 Makkah，OK，、okay, 在 Makkah 什么地方呢？就是这边啦、啊，这个，在这个 Daerah 啊 ，Hijaz 这边有个叫 Makkah 这个地方哦，Makkah 跟 Madinah， 等下我们这个两个名字一把它记起来啊，因为非常重要，等下我们后面一定会讲到 Makkah 是什么 ，Madinah 又是什么 ，OK， 一定要把它记起来啊。OK， Makkah 呢，在 Makkah 这个地方呢，有这个族群，我们叫 Arab Quraysh。这个 Arab Quraysh 也是把我把它记起来。哎，因为后面我讲的故事啊，会用到这一个字眼叫 Arab Quraysh 跟 Makkah 这个东西。不然的话，然后你没有把它记起来，不然以后你听我讲故事的时候，你不懂，哎，什么是 Arab Quraysh？ 到底你在讲什么 ？OK， 这 Arab Quraysh 也是另外一个族群。OK。这个族群的人，我们他是住在 Makkah 的 ，OK， 他们是做什么的呢？门打 bill 还有 perdagangan 的 ，OK， 负责是门打 bill 还有 kegiatan perdagangan， 这两是他们两个工作啦，管理这个 Makkah 跟做收生意的。所以 Makkah 本来的 ancam musuh 啊，在这边啊，也一度 Abraha 有没有在这边啊？我看一下。Abraha， yes， 诶 ，Abraha 在哪啊 ？Abraha Shah， 对不对 ？Yes， there， permission Abraha Shah。Okay， 这 Abraha 是 Habsha 的这个我们讲王啊。Okay， 这个时候啊，这个 Makkah 就是给你讲一个转多啦，一个 perisiva。The ancam oleh Abraha Habsha， Habsha 就是这边呢，来。很靠近这个马卡的吗？只割了一个老美了，在这里一个哈布沙的这个叫阿布拉哈，然后要英译蒙汉就干卡巴，什么是卡巴？蒙汉就干卡巴，卡巴哈、哦，其实卡巴，我下一个星期我再给你们看的图，我没有准备到。OK， 卡巴其实，你如果你们有看。电视的话，然后 TV 沙杜，我不懂有没有人看 TV 沙杜还是 DVD 哥，他们在念经的时候啊 ，OK， 他们到七点半不是有念经 ，TV 沙杜他们就会播哦这个念经的这个节目，是不是？然后你有没有发现到有一个建筑物是四方形的建筑物，黑色的建筑物，卡吧？然后呢，很多人会围绕这个建筑物呢的四周围在围绕着。他们在膜拜，在马卡这个地方，这个卡巴哈、哦，从那个时候出现到现在啊，到现在现几年了，2021年了，这个东西还在。OK， 来自世界各地的回教徒呢，他们的一生人呢，都会想要去到这个马卡去朝圣，我们所谓的朝圣啊，就是去这边去啊。去怎么讲？去朝圣啊，去膜拜啦！哎，这个卡巴，这个建筑，我们叫卡巴，什么东西呢？我下个星期再给你看它的图片啦、啊。啊，然后这个卡巴他们想要把它摧毁掉，因为这边呢、哦，以回教徒来说啦，这个卡巴其实是跟他们的真主啊是最接近的地方来的。哎，所以他们有什么祈祷祷告呢？他们就会在这个卡巴这边祷告真主呢。他们就会正主会听到他们所谓的祷告啦，在这个地方，可以卡吧
然后我要跟你们讲一个东西啊，还是你们有去，你们有住过酒店吗？我相信你们应该有住过酒店哈。然后你们有发现到酒店的屋顶啊，它那个天花板啊，你去注意一下，感觉你们去 hotel 啊，去 hotel 的时候，你去注意一下，你看到 hotel 的那个屋顶啊，就是天花板啊，有一个小小的箭头，有没有人发现到这个东西？你们去 hotel 的时候啊，还是或是之前你们去 hotel， 你们看到，你们躺下睡觉的时候，你发现到为什么 hotel 上面的哦，有一个箭头，小小的箭头，有没有人放到？有看到对不对？这个箭头是什么来的？有人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为什么 hotel 又有一个箭头？什么？这个箭头呢？其实呢，是让这些回教徒呢，他们在拜神的时候，因为他们每天要拜五次神嘛，对不对？他们拜神的时候呢，而不是随随便便讲哦，往一个方向拜就是了，没有啊，他们会往这一个箭头的方向 ，OK， 去进行这个祷告，就是拜神啊。那为什么要往这个箭头呢？这个箭头呢是指向哪里？指向这个卡阿巴这个方向啊。所以我告诉你们啊，所以这个箭头呢就是指向这个卡阿巴。所以你去到全世界的回教徒也是一样的啊，他们每个人哦，他们拜神 的方向啊，都会面对这个卡阿巴的方向。所以这个箭头的功能就是这边哦，让你知道你要往什么方向去拜啊。OK， 这个叫卡阿巴。所以这个啊，布拉哈这个啊，哈夏的这个巴布里达，他想要把占领这个马卡，然后摧毁掉这个卡阿巴了。这个卡阿巴其实是一个伊斯兰的原发地来的，马卡就是伊斯兰的原发地，从这边开始原发到世界各地去的。OK， 然后 berdapil di Makkah 哈 ，berdapil di Makkah 哈 ，diurus oleh jabatan dengan tugas tertentu seperti Darun Nahat， 那那不是 Nahat 啦 ，Nahwah。OK， 这一边是我们这边讲到这个 berdapil 呢 ，Makkah 的 berdapil 呢，他们会由这些 jabatan， 我们叫这些区啊，像我们国家这样很多些 jabatan 啊，什么 jabatan pendidikan 啊，什么 jabatan perikanan 啊 ，jabatan hutan 啊 ，perhutanan 啊。所以这贾巴旦的功能就是负责去门达贝这马卡的，来，其中一个种族叫达鲁纳瓜啦，这个是本贾巴旦的名称呐、啊，其中一个贾巴旦的名称，叫达鲁纳瓜。OK， 好嘞，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的 OK， 我可以讲完这个 economic 啦。我们讲完 economic 就一个，因为它还有三个 part 嘛，本达它的 politic、economic 跟 social。OK， 我们先讲这两个啦。今天呢，所以我们先看它的 economic。OK， 这个zaman Zahiriyah 他们的 economic 是怎样的 ？OK， 刚刚的 economic 本流入本达萨克高瓦山，他们会分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地区有进行不同的这个经济活动。OK。第一个像什么呢？就达马阿拉，达那阿拉的话，他们都是给他 economic 哦，不是这个不达尼安的。看什么呢？就达马阿拉，达那阿拉那里啊，这里什么呢？就达那阿拉，你看发现到有什么东西？很多沙漠嘛，巴丹巴西这个 orange color 是沙漠地带，所以沙漠地带适合种吗？不适合种不达尼安哦，所以因为它的达那古朗苏泊不肥沃，然后也门呢，也门呢，这个也门在哪里？也门在这里，也门没有在这边哦。看一下也门有没有，有没有发现到也门在哪里 ？OK， 没关系。OK， 也门呢，他们种什么？种甘冬、小麦呀、啊、咖啡呀、啊。OK， 亚布甘冬巴的胡江啊，所以这也门呢，至少它有。这个也门叫也门啊，现在的国籍也门，所以他们因为在雨季的时候呢，他们就会种这个甘冬还有果皮咯。啊，那么马萨哈西尔达刚安达里哈穆达乌，在印度跟沙姆达马谢，因为他们会去到沙姆马谢做交易。哎，那么马萨跟哈西尔达刚安达里哈达马乌，从这个哈达马乌这边，然后他们会把它带去。Sham 这边去做交易啦，这个亚曼人呢、啊，
hasil dagangan. Oman呢? Nih, Oman 就是个啦, 这边啦, Oman. Okay, Oman 呢, 他们是种 sequoi 跟 padi, 高粱跟稻米, sequoi. Okay, 你们记起来的啊。然后 Matra 跟 Hadramaut 呢, Kemenyan, Kemenyan 是种安息香 Kemenyan 啊, Kemenyan 是我们拜神哦。而且像拜大豆哦，他们会烧一种烟呐、啊，哎，那叫什么烟？给大曼南大大曼南大南曼什么烟？然后 Hijaz 呢 ？Hijaz 就在那里，如果你不懂的话，就是这个啦。这高山 Hijaz 有马迪纳、马卡达这个地方，这个地带，他们都是memberi barang dari Yaman， 哎，买这些甘冬、果皮啊，还有 Habsha 啦，哎 ，Habsha 在哪里 ？Habsha 我就是这个地方啊 ，Habsha 啊这边啊。Sure. Okay. Dan menjualnya di Syam dan Mesir. Lalu, 再卖去哪里？卖去 Syam 这个地方，或是 Mesir 这些地方。所以他们是进口人家的物品啊，然后再带到去 Syam 这些地方去卖。Okay. 然后 Hijaz 呢，他说 menjadi Makkah sebagai pusat perdagangan baharu 在6 Masehi 的时候。Okay, 所以马卡呢，除了有这个卡阿巴，看我上面有讲到的，它也是一个普萨巴达港岸贸易中心。Okay, 所以这些它的格格达 economy 你可以把它记起来，不同的国家的格格达 economy。Okay, 这些要懂啊。All right, 然后这个是 Hyderabad 的， okay, 你看做生意的全部都是在城市的嘛。然后 Badwi 呢，这些游牧民族的话，给、okay, 游牧民族他们的 kegiatan ekonomi 就是 menternak binatang 咯，对不对？种他们种不了，他们养什么东西？他们养骆驼啊、unta、绵羊还有kambing。为什么养这些东西呢？一就是他们可以拿他们的奶啊、羊奶啦、啊、他们的肉啊、跟他们的那个毛啊、羊毛啊。Okay, 然后 menternak secara nomad， 就他们就搬迁的，他们不固定的搬 untuk mendapat rumput dan air bagi binatang tertentu。 你没想到为什么他们是去游民呢？因为他们在中东地方、哦、他们的植物会很少嘛，草类很少，因为沙漠地带嘛，所以他们一直要搬迁是因为他们的羊啊这些骆驼啊，把这些草吃完了，没有食物吃了吗？没有水喝吗？所以他们就搬到另外一些地方有充足的水分或者是草给他们的、那个动物吃。Mendapat nomad 为了要 mendapatkan rumput dan air untuk 他们的 binatang ternakan。 然后再加上什么 mengamalkan sistem tukar barang， 这个 sistem tukar barang 叫做 sistem barter， 所以他们会货物交换，货物交换dengan menukarkan binatang dan hasil ternakan dengan barangan keperluan seperti kuma。 Kuma 有看过吗？ Kuma 就是像、在开斋节之前、在他们斋戒月的时候，你去 shopping mall 有看到很多这种像一种水果、黑色的干干的很甜的，像枣类一样的黑枣来的 Kuma、跟巴盖亚，他们去换这些东西啦，用他们的等干比纳当，因为他们没有对嘛，他们没有汪的，所以他们直接用这种货物交换的方式，来摄取他们的日常用品啊，众多像姑妈或是巴盖亚，mengamalkan sistem tukar barang， okay， 这是他们 ekonomi 啦。然后 for 这个是 Badwi 的 Hadrari 呢， Hadrari 是做生意的嘛，对不对？ OK， 所以他们是 berdagang 的咯。这边有讲到 berdagang secara kafila 叫沙漠商队。你们看戏的时候有骑着骆驼在沙漠走动，然后骆驼旁边载很多的货物啦、这个就叫 kafila， 沙漠商队。yaitu membawa barang dagangan merentasi barang pasir， 就是他们带这些货物啊穿越过这个什么沙漠。以前他们没有飞机嘛，对不对？他们又没有那个车嘛，所以他们唯一的交通工具就是骆驼。然后perniagaan yang dijalankan hanya mementingkan keuntungan，
哎，所以他们的 economy 啊，他们做生意啊，主要的目的是为了什么？我们定干根本根本各种东西，主要是为了赚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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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赚很多钱。第二个呢，蒙阿猫干 riba 是什么？大耳窿啊，哎，高利贷，你借一点点钱啊，非常的高的利息，哎，然后给这个贷款，蒙阿猫干 riba， 然后manipulate 顶棒，也就是说，在他们做生意的时候啊，他们很注重第一赚很多钱，第二放高利贷，第三呢就是做欺骗，什么欺骗呢？他们讲欺骗 ，manipulate 顶棒，就是在那个秤啊做手脚，哎，本来是半 kg 的，你放东西下去变一 kg， 啊，就算你贵了咯，对不对？还是赚更多钱了吗？啊，这个是他们做生意的手法啦，所以是不是很不道德？因为这是咱们在黑暗世界、黑暗时代的时候的这个状况，哎，就是这样。哎，你发现？好嘞，所以这个自己要记下啊，卡菲拉是买的，然后巴威是怎样的？他们 economy， 哈达利是怎样的？你看他们特征是什么？这些就是他的胡莱言来的啦。OK， 一连串讲了这么多，都可以接受到吗？大家有明不明？不明要告诉我。啊，然后我就先到这个，这什么嘛？不是 economic 啊 ，social， 我们就在 social 以后的，我们就在下一个堂课讲啦。啊，这边还有很多故事可以讲的这边。啊。这个我讲这一课蛮多蛮有趣的啦，我觉得也很多一些故事也告诉你们。All right, so 还有什么问题吗？大家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先到这里啦。哦，你们可以下课了，我们下个礼拜见，拜拜。